I am from Balochistan. I'm from Belgium. Finally, I'm from Italy. And I'm from India. I'm from Maldives. I'm from Myanmar,、uh, Thailand. <laughs> 泰国是微笑的国度。我们这里有十五个国家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呃国家的人一起也在这里。What makes us happy？所谓的幸福，呃，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人们都很。 很关注。二零一三年夏天，在微笑的佛国，听索达吉堪布讲述科学的悔恨与古老的幸福。谢谢大家的微笑。呃，堪布索达吉 was born in Dzakor in c a m Tibet on the fourth day of the six months. Of the Tibetan calendar in 1962. After being ordained at Nath Ranga Satha Buddhist Institute in 1985, Kempo relied on Karma King Jamed Pranchok Rinpoche as his root guru. And throughout the years, Kempo has been invited to lectures in prestigious. Chinese universities such as Beijing universities Tsinghua universities um,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as give presentation also in Funan Nanjing Renmin and various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in 19 in year 2011 and onwards Kempo has been invited to give presentations in harvard universities and variou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so today we are very lucky to have uh, kempo uh, to be with us so here we have uh, here we have kempo And、uh, let's have a round of applause、uh, before he can start. 嗯，今天，呃，很开心啊，呃，呃，在这个学院的呃国际学院呃当中，呃，跟老师嗯教授还要，还有呃，刚才教授说。 呃，我们这里有十五个国家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呃国家的人一起呃在这里。我刚才在门口上看了有很多国旗，呃，我我数了一下，应该有十七个。呃，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呃这样一种包容开放的环境当中，呃，大家畅所欲言，对我来讲是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因为。 呃，所谓的幸福，呃，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人们都很很关注，每个人都呃从早到晚，从降生到死亡之间，一直呃为奔波的呃为幸福的方向而奔波。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在内，都是是追求幸福的人。当然，追求的方法都不同，有些是依靠物质而。 想获取幸福，尤其是依靠呃心灵的呃调整方法而获得幸福。有一种说法叫，呃，一般来讲，比较低层次的人依靠物质而获得幸福；比较中层次的人依靠艺术而获得幸福；呃，高层次的人依靠一种信仰或者是一种心灵来呃争取获得幸福。 啊，我们今天嗯，大家共同呃探讨的话题是生命科学与呃幸福的艺术。我追求的幸福呢，我想呃跟各位所追求的大致上是应该相同的。但是我本人是依靠藏传佛教而获得幸福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有些呃是依靠呃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 还有其他的宗教，以及有些呢没有宗教的这种信仰，每个人呃会追求自己人生最有意义、最美好的事。我想，呃，不管是你有信仰没有信仰，即使有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都应该很尊重，也很呃互相学习，呃，互相呢呃，应该呃我们去交流。 我有一种非常宽容的心态来包容世界，在当前来讲也很重要。我十四年前来过泰国，当时的感觉呢，这里也是应该很清静的。但是，呃，十四年过后，今天来到这里呢，我感觉，呃，外面的商业的浪潮对我们的幸福也许冲淡了一些。人们称为泰国是一个微小的国家。 跟这个呢，跟我们西藏呃藏地的人呢也有相似。呃，东西方的很多人认为我们藏族人很很很很开心，很快乐，经常脸上带有笑容。所以，我以前在很多人的面上看到呃自然的微笑，但是好像今天呃到现在的时候呢，就并没有那么感觉。我是刚才讲从藏地来的。 你们现在的这个湄公河的源头呢，我们藏地的青海、玉树，所以在一条河的延边呢，我们有很多的文化，很多的互相呃呃值得学习，或者说是相同之处。这一条河，湄公河，你你说的是吗？湄公河、哦？对，湄南河。哦、呃，湄南河。湄南河,南河南是湄公。的应该的湄公的支流。对。 这一条河呢，实际上源头都是在青藏高原。其实我们当地的，呃，包括印度、中国，呃，以及呃亚洲的很多国家的河牛的来源都是青藏高原。呃，这条河牛到了这里的时候，被各种城市科技的污染，现在这个河河牛就不能喝了。我很担心，我们当地的河牛呢，到一定的时候也不能喝。现在可以喝。 呃，最近我发现，呃，包括呃呃中国，还有在其他国家的很多呃到泰国旅游的人，到泰国来度假的人越来越多了。同样的，我们藏地也有蓝天白云，也有各个地方的人呢，也想到哪里去。所以，我们都有面临着呃很大的一些危机。 一方面，呃，国际上的客人越来越多了，也是很好的。我们修的高楼大厦、啊、可能越来越高，坐的车越来越好。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内心的信仰、心灵的传统，这些很有可能越来越减少。现在的很多人，呃，对，呃，有价值的内心的信仰啊、呃、等等，这方面。 就很多年轻人，嗯，不以为是他有很很有意义的，而偏偏呃在外界当中的各种电视、电影当中所广告的那些内容呢，人们都特别追求。我觉得，呃，泰国跟我们藏地人呢有很多相同，比如说泰国人从小的时候很多，呃，取名字的时候有呃佛教徒。 或者说，出家人给他去，跟他进行祝福、念经。那么我们藏地呢，也是从小都会受这样的感染。任何一个重大的意识呢，都有一些佛教的意识来做。但是将来的这些很多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会不会按照传统的行为去做呢？这也是个问题。在泰国，嗯，基本上是每一个乡镇都能看到佛塔、有寺院。 在我们藏地也同样的，比如说我所在的一个小小的县城，呃，大概有呃十六个乡，呃，其中有呃二十多个寺院。那么跟现在的状况来看，是一基本上相同。但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呃，不管是佛教也好，其他宗教也好，那么从中对他带来的利益呢，好像不如金钱。 不如这个现实的一些财富，这就是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有些年轻人觉得，呃呃，不管是古老的这些宗教传统，实际上对我们可能新一代的科学界的人呢，带来的利益不一定很大。这种想法实际上。 对真正的人生的生命观呢，并没有很好的了解的一种行为而已。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科学是很先进，科学对人们带来利益，这一点我也不否认。确实，有了科学，不管是交通、信息，还是跟我们的外面的物质条件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大家都会共同承认的事。 但是，是不是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依靠科学来解决呢？不一定的。我们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古老的、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意识，这些都是千万不能舍弃的。如果我们一味的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那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科学家自己也所发明的很多事情。 到最后的时候，自己也会后悔。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科学家，他啊、呃、叫做是马丁奈尔。马丁奈尔是呃，一九呃，应该说是七四年的时候获得了呃，世界上第一个呃天文学的呃五呃天文学的这个呃诺贝尔奖。他获得这个奖之后呢，呃，他主要是依靠射电。 科学技术，最后军事已经应用了他的技术，后来就经过大战的时候伤害了许许多多的人，到之后他自己呃发现他自己在临终的时候说过，他说我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如果变成一个农民都刚好了，他很后悔当科学家，呃他说因为他的发他的发明他的成功呢从。 一九四六年开始不断的进入研究科学，他最后获得了这个发明。但他最后毁灭人人类的很多的武器发现的时候，他就说到：“说是我呃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如果当过一个农民，就也许对人类是更好了。”他在临死的时候虽然有了这个呃遗嘱，但是呢就没办法，已经来不及了。同样的道理，科学家爱因斯坦他也先开始发发明炸弹。 到最后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依靠他的这种技术，呃，南用最后，呃，两千多万的生命已经呃失去，在这,这个时候，他也很后悔。他通过这个美国总统的多次的权止、制者，但是这个时候也是来不及了。我们人类历史上，呃，自从人类的文明五千年以来。 发生的战争是一万五千次，而战争当中死亡的有十个亿的人们，尤其是上个世纪，呃呃，在在一百年当中，战争而死亡的有两个亿的人们，其中卷入战争的有九十、呃、多个国家。为什么是上个时期呃所呃杀害的人们是最多呢？就是科学的发展。如果我们将来科学越来越发展， 各个国家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是非常好的。一旦发生冲突之后，那么啊、呃，利用啊、呃、科学的武器，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生命的危险。那么这些科学是谁造的呢？就是我们人类自己造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呢，我们就做很多的武器，实际上是就人们就是自己做毁灭自己的武器。因此我们。 要提倡和平，提倡非暴力，提倡平等。而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宗教，不管是什么宗教，都提倡人们的善或者是正能量的这一面。佛教的和平观呢，也是是同样的。当年，呃，在呃在印度两个国家，一个叫波士尼王国，还有一个叫做呃是呃呃另外啊另另外一个国啊。 就是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说过：如果战争我获得战胜的话，那么就是我的敌人越来越多了；如果我失败的话呢，我这里的心里不舒服。所以，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也许宗教的和平观，我们在暂时的各种争执、各种特殊的原因下呢，人们不一定能接受，但到一定的时候呢，也是会。 承认他的观点，就像当年的安山书记，缅甸的，那么他啊、呃，刚开始他的和平和呃非暴力的这种呃观点呢，啊、呃、有很多人就不不承不承认，但是后来呢，啊、呃、大家都也知道是这个是对人类生存方面不可不可缺少的因素。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一个呃法国的著名导演，他。 派的一个叫做，呃，是内地，就是在这里呢。他当时对着强可，也可以说是为了民族，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付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那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对所有的人类的和平，都是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很多人讲到了，呃，不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的。 跟整个人类的道德的一些道理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喜欢听，不一定就是喜欢学。但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道德。听说你们国际研究中心的所有的这些呃学生，呃，到将来各个国家啊去当领导，那么当领导，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善良的心、高尚的行为的话呢，在任何国家也是是非常糟糕。你们将来。 如果当领导第一个想法就是贪污或者说金钱的话，那都领导就呃、哦、当不成，即使当成也是个坏领导。现在很多人的价值观，这这讲到钱财、呃爱情的时候呢，有有感觉，其他的都相当于有一个成语叫做是。 对牛弹琴就这样的。以前古人有一个叫“对牛弹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很美好的、很嗯动、呃、听悦耳的这种音乐，但是呃作为牦牛啊、呃，它只重视它的吃草、喝水，除了这个以外，再好的这种声音也是对它没有兴趣。一旦如果我们用小牛的声音，或者用对它自己同类的， 呃，这种生活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会关注。<Yeah. S 1> 我去呃讲啊、呃、讲过一些学校，但学校里面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呃，然后自己的这种家庭问题，很多人很关心。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怎么样？ 做一个好人，这方面很多学校不关心。这里的生活呢，呃，我不是很很熟悉，但实际上可能大致都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呢，我自己认为，呃，最好是有一个非常向善的这种人格，嗯，要想帮助别人的一颗心态。那这两者是作为年轻人就不可缺少。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很多人。 对信仰的关心呢比较表面，呃，实际上我们有一种信仰的话呢，那就是呃，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呃经济的一些呃波动，呃，政治的一些呃动乱动荡，在这种时候，有了信仰的人的心态呢非常平稳，他可以。 面对任何的灾难，作为年轻人一定要知道，呃，这个科学这几百年来，呃，对人们的这种作用，我绝对不能呃替代，呃，宗教几千年以来生存的它的价值。从佛教来讲，以前印度的一个重尼叫做是弥赫卢，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呃政治家，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现在呃，充满呃呃暴乱啊、呃，充满动荡，充满啊、呃、这个呃呃这样的冲突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佛佛教呢就像是呃这个光芒居住的太阳一样。他说，呃这样的从此原子弹和氢弹的这个呃世界当中啊，那么。” 更没有任何东西，呃，就佛教的教你那么重要的，人类做了两千五百多年，只是进一步的验证了，或者是进一步的证明了它的持久性和重要性。佛教就是这样的，其他的宗教呢也有它的生存和它对人类的这种贡献和利益。因此，我经常在想，我们现在的呃新时代，呃。 很多的新的发明和新的商业的浪潮，以及是各种各样的交往，慢慢慢慢冲到了我们非常珍贵的信仰，非常珍贵的自己拥有的德性。虽然现在有些人是有信仰，但是信仰的比较迷信，对科学也有迷信，对宗教也有迷信。如果你信仰一个科学的话，我希望你应该很认真的研究为什么你信仰它。 如果你信仰一个宗教呢，也需要认认真真的去研究它。为什么你要信仰它？宗教的信仰真的有不可思议的意义。原来，呃，有一个哲学家叫做是贝克莱。贝克莱他说过：当我们闭起眼睛的时候，世界上的所有的宣扬都没有了；就当我们闭起眼睛的时候，就所有的宣扬都没有。了。 很多人认为是他很白痴，实际上他就讲到了宗教的力量。因此，我们呃在座的人可能也想一想：有时候你们睁开眼睛不一定找到幸福，你闭着眼睛也许是呃得到幸福。<laughs> 我我说的意思，你们懂得没有？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呃科学，或者说现在的呃人们的这种各种的广告啊。 呃，各种呃外在的这些事物，呃，来呃，人类现在固有的信仰，如果我们在短短的一百多年当中，很有可能太过的呃，包括我们像藏藏地这些的佛教和传统呢，最后都变成了一个形象而已，就这样就很可惜，我很担忧。这个是也许是一个过多的担忧，就是有一个叫做杞人忧天。以前有一个。 人他天天的像会天要垮下来，很伤心，很担心。但天没有垮下来，但我的担心呢，也许是确实是我们需要年轻人值得关注。因为当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呢，那外在的物质再丰富也我不幸福。如果我们内在的心灵的，呃，这种安详平静没有的话，光有一个外在的钱财，呃。 呃，美金也好，啊、呃，这个呃，其他的这个金金钱越来越多，不一定快乐。我们经常看到高级的一些宾馆里面的人呢，都没有微笑；而在山上的一些平民，或者说是在呃寂静的寺院附近的这些人呢，经常有笑声。你们很多年轻人认为以后我有很多很多钱，很开心的，但是你的钱越来越多，你是越来越痛苦的。 因为这是历史证明的，也是人生的体验会会证明的。尤其是呃，美国这几年有很多的调查显示，那么我们的呃叫做繁荣指数，也就是说人们的金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么幸幸福指数越来越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的目标，我觉得是呃，并不是很。 很到位，因为他们的眼里就只有金钱、地位、名声才会人生是有意义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呃，我们的人生呢，一定要需要有一种自己的修养、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这种利他心。只有这样，才能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更加完美。你们很多泰国人认为，泰囧对你们带来这个经济的利益。 女友的开发应该呃，全国上下的人们很很很感谢，但实际上啊、呃，这样的这种呃呃姻愿呢，是对你们来讲好好还是坏很难说的。我很担心我们藏地呢，也有一个叫做是。 藏军就是，如果跟藏地也来了这样的话呢，有不断的旅游，有不断的开发，最后呢，所有的文化都没有来的时候呢，那不知道寻找谁。因为现在我所在的寺院，所在的呃，在青藏高原呢，还有一些广阔平坦的呃草原、森林、矿物，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尤其是人们的。 这种微笑和信仰，通过旅游和开发，就是也许我们钱很多，但是如果内心不快乐，钱没有用。很多年轻人未来的使命就是掌握在你们手里，但是我们也是很无奈，因为我们卷入了时代的浪潮当中。因为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时代的浪潮，它的力量非常大，所以我们极少数人，即使发现，也不一定有阻碍的能力。我们认为。 是新的东西对我们来讲不可缺少，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旧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更有意义。我们认为外境的财物，呃呃呃外外外面的财呃这种财物对我们来讲很有用，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内心的安静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我们认为，呃呃科技的发明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 王姐，应该宗教的这种传统对我们来讲更有意义，因为新的东西，外面的呃财物，对我们带来的快乐是是暂时的，呃呃变化性的，呃而我们的宗教和固有的这些呃快乐是应该说是永恒的，它对我们的。 利益是更更加广泛。我们每一个人寻找自己的快乐也是义无用辞的。你们将来每个人都有家庭，都有需要自己的工作。需要钱财和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身边的，呃，利益众生，利益其他的人，还要保护我们人类的固有的。 财产，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其实每一个人来讲，人生是很短暂的，几十年过得很快。我非常希望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应该是做有意义的事。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呃，不会饿死的，呃，不会像像非洲啊，就是像有些难民一样的，我们不会饿死。在座的人，尤其是你们水平这么高，不会饿死的。但是我们很有可能精神的粮食。 被饿死的。我看到我的很多朋友，他的钱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内心的这种精神越来越贫寒，呃呃，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需要平衡。其实人生活应该，如果他的要求标准不高的话呢，都可以。蚂蚁也是，每一个蚂蚁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但都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下面的城市，其实人类就是跟蚂蚁我们有什么差别？其实蚂蚁也是，它特别忙，就是每天都是做的工作，它要上班，它要它的生活规律。还有蚂蚁当中百分之二十都是依靠劳力劳动，就是不去上班，就是也有它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除了自己的生活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心以外，没有帮助别人的、没有帮助别人的心那这种心是很狭隘的。 虽然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就名字叫大学生，但是心很小，就是心就是小学生，文凭就是大学生。人与人之间一个很小的事情突破不了，非常执着，对自己、他人都带来很大痛苦。所以，我们当遇到痛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勇气，一定要要呃要远光，呃，在其他有些学校里面。 呃，不管是在感情上、生活上遇到一点痛苦，有些人选择自杀，千万不能选择。我相信这里不会有的。在他国的大学当中有没有就是大学生自杀的现象啊？在其他国家就有比较多。希望等一会儿给我回答，这是我的问题。我相信不会有，因为这里很多人信仰。当我们万一在生活当中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好像人生就是就没有门路。 但是呢，我们窗户当中如果看见一件光想的话呢，也要突破，要前进。因为人生的黑暗就像是我们现在的白天和晚上一样的，呃，暂时的这种黑暗呢，你要等待，你要突破的话呢，也会有第二天的光明和阳光。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失败的人，往往都是来不及等天亮。 就是，呃，黑暗当中迷失方向。我们人生需要等待，需要勇气，而且我们的微笑呢，希望长存。谢谢大家的微笑。